哦，左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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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这有停车场，你看。哦，左边冇停车场，目的地就到了啦。按着这栋，这栋才是古早厝，这种型。公园沿口对，70公尺。哇，对啦，对啦，对啦。啊，想来停车啊，再来坐迄车头啊。啊，你去逛什么博物馆？干音乐厅哦。那拉小提琴的台铁台中站，台中目的地在您的左手边。这间哦，啊，那不开呢？啊，对吗？无啦，还无看嘞啦。伊讲左手边。对啊。左手边是火车，这是火车站了哇。对啊，我是讲咱路啊，再来看完成。嗯，赶紧闯完成啊！啊，先来找停车啊。火车站你家啦？对啊，塔中这个火车站。停车那边火车站先来歇一阵啊，先来歇一阵啊，再。啊，无，我先晒过吼。对对对。这边啊，这边就停车场啊，到这边就往那边吧。啊，不能进去耶！火车站不能进去。左手边啊，那也不能进去。啊，这。对啊，讲不能进去，我煞唔敢问。前方测速照相速限50公里。再回转哦。这回转。禁止回转嘞。禁止回转啊！搁头一个，搁过一个啊。嗯。停车场啊，这计程车的用，这无可能周边有停车场啦吼，唔是啊，有迄个停车格啦吼。Yeah.